我一直问你多少钱啊，都不讲啊，做好跟我说一只一只一百，啊，你凭什么一只一百？那你要怎么讲？没有你要多少啦？什么我要多少？你平常卖人家多少？就是这样啊。最好是。你要不要吗？我一只一百，我不要。三只200给你了。不要，太贵了。三只200啊。这没办法，这太贵了。你要多少啊？我不晓得。